叫苏苏，以保护道士各个部分身体，但突然找不到他了。美女们，我来啦！哟、小苏苏，想不到你还有偷窥男人洗澡的癖好。不好，又小萝莉跑男澡堂了！糟糕，习惯性走进男澡堂了。什么好看的？一点都不害羞。小苏苏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想多了，我先走了。小苏苏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跟本王说说，本王一定帮你打听。臭妈，不就是个破腹肌吗？搁这秀你妈的秀！你满身都是臭味，别碰我！到你这么遇险，他真是晦气。能用我的身体进男澡堂？不行，这手已经脏了，不能要了，不能要了。道士哥哥，你用我的身体进去干了什么？我说我去铁锅炖自己，你信吗？你觉得呢？